大哥，你笑什么？他们来了。阿弥陀佛！相国，我算准了国师会来，只是没想到大法师也来了。本相国这是受宠若惊呢。你看相国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还笑得出来，可是一点悔意都没有。 佩服，这事根本不是我干的，何来回忆之友？哦，也对呀，三天以后就要斩首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哼，那大法师可就要失望了。有国师在这儿，他怎么可能忍心看着本相国送命，平白挑起两国的纷争？否则你们也不会走这一趟。嗯，这样也能被他看穿啊？哎。 好了，别再闲聊了，我们言归正传。到底你们两个是怎么被人家陷害的？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这事发生的过于突然，我和大哥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啊！哎，等等，这真要说有什么奇怪的事，那就是长公主在带兵抓我们之前，本相国在外头差点遭人暗算。啊，暗算！啊！ 你们知道夺命灵吗？这夺命灵最近才出现在罗曼女国，听说专杀皇室成员和王公贵族，没想到竟然让本相国也碰上了。那就奇怪了，你才刚到罗曼女国，人家怎么会盯上你呢？我说国师，我们要是知道，还问你干嘛？哎呀，你这个将军呢，嘴巴还真的是厉害呀！我也不知道吗？那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啊，那个泥人呢？你可有印象？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个泥人，应该是有人趁机潜入我房中栽赃给我。国师，本相国先问你一句，今日在公审会上，我说的话，你信不信？<笑>当然相信了。好，相信就好。对，嗯，我遭人算计，栽在别人的手里也就认了。 但只要国师相信，本相国和吴将军是清白的，我相信国师会想尽办法救我们出去，对吧？